你感觉谁适合做这个代理董事长？阿嫂，这当然嘛爱问你啊。阿嫂，你即马是公司的副董呢，而且又阁是业界大新妇，你的意见啊是足重要的。你讲，爱有啥物款的条件，才会当做这个代理董事长？要代理嘛做董事长，当然袂用凊彩。大业集团是咱业界创办的，也是上大的股东。啊，若是要推派一个来代理，第一个条件一定爱是业界的人。对对对，你讲了真对。再过来，一定爱了解妈的理念，才会当把妈对公司的用心延续下去。嗯，这嘛最重要的。第三，对公司要有热情，愿意牺牲一切，专心专意为公司付出。阿嫂，你分析了最对的呢。我咧听你讲完吼，我马上就想到什么人吼上适合做这个代理董事长啊？是啥？迄个人吼，就是。阿哥，你根本就无伫咧插咱集团的业务，你来突然间讲你上适合，换公司真忝嘞。啊，就是你妈头拄仔讲遐话，互我灵感吗？哇，阿嫂，你真正讲了有够好诶！你看第，我敢是业界啦，你确实是业界人啊。啊，那第二，公妈吼对公司的付出，啊，佮有理念，我敢无了解。大业集团哦，是爸爬落来基础呢。你还袂加入来阮业界时阵哦，我人就伫个公司啊。若要讲迄个资历哦，你过来叫我一声先拜呢，对无？你确实是比我搁较早入来公司啦。也毋过即马事业一直伫发展，佮较早个细间公司无共款呢。啊，若讲第三点热情，我就是上有热情个人啊。你看，毋管是对公司，还是对厝内底个人。你阿哥看袂出来吗？你看，我今嘛哦，搁亲身转来要照顾妈，啊，为着你的健康哦，我搁替你验迄血糖呢。啊，今日哦，搁特别走来公司，甲恁两个人关心。所以讲，你讲的迄三个条件，我都上符合。我若是无适合，啥物人比我搁较适合，对无？是讲，若真正要推派代理董事长，这嘛爱先尊重咱董事会董事嘛，对无？无唔对。大业集团虽然是咱业界创办的，也毋过发展到这个规模，已经毋是单纯的家族企业，毋是讲恁大家公公的就会当决定。那呢，阁有啥物人会当出主意啊？郭董，这郭董是对我咱业界以外上大的股东，所以不管是尊重啊，是股权实力的考虑，代理董事长拢爱得到郭董的支持才行。简单啦，恁阿哥就是专门咧敲代志。既然郭董是大股东，大家哦都要互相尊重一下，私底下敲一下就好啊。安尼啊，少峰，你替我约郭董的因阿妈来咱家吃，顺便把这件代志敲敲的。这件代志要如今解决如何？无啦，处理无妥当。妈即马虽然认知有问题，也毋过又搁认为伊家己是大业集团的董事长，爱咱当伊的面。啊！你讨论讲要找谁来代替伊，安尼对伊是真大个打击，我讲袂出嘴。嗯，无唔对啦，阿哥。那是阿妈因为安尼，佫受到较大个刺激，发生甚物代志，后果是不堪设想的。嗯，你个顾虑嘛是对个。无安尼啊，少峰，你去订一间餐厅，咱就约郭董个吼，伫外口见面，安尼唔都无问题啊。好啦，我马上处理。王爷，这件代志乃是传出去哦，卖讲你这太敷衍了，连我这老面的面子要扛对下。哦，既然代志行到这来哦，那安尼就敢若剩一条路通行啦。爸，千万唔通呢，恁爸我看到你这表情。过当讲，咱的对手所有兄弟拢有人送去白单呢，你千万唔通安尼，有白使性地啦。
那你就赶紧将伊带回来啊，让伊知影咱翁家的查甫人对查某人是绝对负责的呢。啥？哎，我甲带回来。我讲小轩，啊，你无代无志是咧扫啥？啊，是有要紧无哈？啊，歹势啊，总裁，我着用用脑膏，然后尿尿不介爽快啊。爸，你这秘书拄来上班尔，人都无爽快，看起来伊的背力啊，跟你袂合啦。你这个查理是哪个？你无讲话，无人当作你是下岗。啊，你一个狗屎囡仔，你是唔通牵拖来我的新秘书家哈？人是真够真巧的，我亲身算的啦。啊，你头头哦，讲着讲规半波啦。啊，等下那个代志是处理好势啊未啊？你要找戴安娜？你嘛熟悉戴安娜？无熟悉，我两阵你熟悉戴安娜王妃，我惊一个。戴安娜王妃，那有可能？我熟悉这戴安娜哦。你根本就是女人中的极品，上可怕的那种。上可怕后边应该加美女两字，会叫这款名查某囡仔，我想一定是做真水。无代志，我先出去。等下。你这个目睭，内底有一个面屎。多谢，刚刚有其他代志？有，我嘛要一杯咖啡，要奶泡跟拉花，谢谢。好。你这个狗屎囡仔，咱红家银主，你是要讨回来无啊？我跟你讲哦，你今仔日若是无当我的面。甲戴安娜的代志处理好势，你就莫甲我行出去这间办公室哈。爸，拢几岁人啊，搁这样尼啊冲动，敢讲你真正要为着拼面子，怪人长下长手。哎，秘书啊，你来搁伫遮。我今仔日还袂替总裁接刀啊。我的大少爷啊！啊，你电话到底有卡通啊未啊？你是唔通甲我讲，伊唔敢接你电话哦、喔。你若是硬要安尼讲，归期啦，我著带少年呢，归因家来拜访啊。不用呢。我是讲，等一下啦。啊，少爷拢还袂啉着我替伊准备的有奶泡的咖啡，安尼真可惜。哦，真正这么好啉啊？那安尼无啉着，确实真可惜呢。爸，你放心啦，我已经把时间甲地点拢留予戴安娜，死狗也是敢无来，唔要你家己动手，我一定让伊惊甲全家伙啊，拢移民到外太空去啦。安尼唔才对。这个查理那家多好，是总裁好心，只是我惨了。我当的歹势啦，我为着要穿你的礼物，小可耽误着时间吼，才会迟到的啦。好，来，这是我淡薄仔心意，你唔通客气呢。哦。哦。什么味啊？那是臭。阿嫂，你真正做唔捌会的呢？这是上赞的老菜脯，你竟然嫌伊臭？哎呦，我当是美食家。平常时拢食迄山珍海味，可能是你离开台湾伤久啊，爱思念迄台湾小吃吼。要唔过你上瓜档的这可能较无适合啦，瓜档歹食呢。我小瓜就唔知影，上这互你，真正是有够重啊。好，快快快走。哦，哎，少峰，等我。感谢你，这个礼物吼，我就收起来了。
我就知影吼，你足怀念这个味的，你这么秀情的人。想袂到哈，你阁会记得我介意这味呢？当然啦、啊，大业集团都要起步的时阵吼，你是公司的协力厂商呢，我阁会记得。你当阵哦，常常给你炸便当来公司开会啦。啊，迄当阵哦，柯妈妈替你传便当内底，除了菜色无同款，拢会传家己做的老菜脯。唉，像这种哦，传统的方式做出来的老菜脯，市面上已经买无啊。嗯，是讲你伫倒找到的啊？哦，我专门走去新店才找有的。迄、那个老阿婆原本哦，佫无想要卖我，讲伊家己要食的啦。尾后是我甲骗咯，啊哪家求哦，伊才肯愿意卖互我的。啥物啊？你走到遐远去买哦？嗯。哦，不怪你的地图。感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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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是讲这味苹果吼，嘛不哩啊香。嘿嘿，我讲诶，啊，真正你足有好心诶，佫会记诶，以前你妈妈甲你传的便当。是啊。对啦，我讲。相信哦，今仔日约你食饭的原因，阿嫂应该讲了足清楚的。啊，唔知啊，你的意见是安怎？哎，我的想法是安尼啦，做代志就参像做人同款。既然大小姐对每一个人这么用心，我相信你对阮这股东嘛一定会负责。所以讲，伊要坐代理董事长这个位置，我也双手赞成。我当的代理董事长这个代志对公司影响真大哦。我想咱也是卖多只，清清菜菜讲讲的就决定较好。嗯，是啊，我当的。我看咱是不是大家先回去厝好好想一下，然后咱再搁做伙开会讨论，大家有一个共识，咱再来决定要哪做好啊？怎么样？恁无共识哦？哦，啊恁无共识。啊，娶来个见面创啥？啊，恁敢是恁敢是拢姓叶？应该是支持才对啊。是啦，阮是拢支持家己人。公司的代志影响的唔那是阮业界的人尔，啊，佮股东佮员工，所以爱公私分明。我相信。阮小哥也嘛无希望其他的董事是因为伊姓叶才支持伊。哦，你唔通误会啦，我支持伊是因为伊的能力，唔是伊是。啊，能力就毋是干啦用嘴讲讲的尔就会使啊。你讲了无唔对。嗯。我相信 Mary 叶每当打造美西地区最大的洗衣连锁店，都表示有这个能力来主持大业集团。哇，郭董诶，你真正是做大生意的人呢！你一听到阮妈身体出状况，啊，我人又搁转来，随着叫人去查我伫美国事业无？你就是 Mary 耶哦，无唔对，就是我。